越吃越少。现在要回去了，而且他最好是现在吃完比较好，让他今天说现场吃完，回去就没肉了，不然他才不会一拖，他上面容易一拖。就想说，我几个平地盘的一个空中抓饵，结果买两个，五个月，差不多三四个月多比就找到，就多比就变那么厉害，超越多吉。我去训练好久，对，因为那个叫什么？苏丹说，他只会让他上去一下就下来了。毕竟不是多比的对手。在那边看到它在飞了，我要新买一个 GPS， 那就真的放那么多钱就好。不可以，因为那个钱里面的号码你马上选就9588。放全号码是留着不花吗？对，我觉得不花。真的吗？好，那这废话应该对我的生日。他比较喜欢吃勾的。
因为他吃鸡肉吃多了。前面的那个铁钩钩的那个坏掉，那节丢掉了。上次洗车不见了。Thank you.